原来有三高，患心脏问题风险高约15倍。睇下今集嘅嘉宾点样护心先。每餐都多菜少肉，少油少盐咯。仲有一个秘密噶，咁就要睇下你哋个护心秘密啦。原来是每日饮两杯安怡护心佳嚟防御三高，预防心脏问题，仲可以护骨添啊！记住啦，护心佳防三高，护心护骨 ，Go Go Go！